什么是本尊？告诉你，空也就是本尊，因为所有的本尊都从空里面所显化出来的。当你觉悟到本尊是空所幻化，这跟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有讲到，叫做如幻三昧，如幻三昧，如幻三昧，懂得如幻三昧，你就能够在人间游戏，在人间里面游戏，游戏。神通是什么？神通就是游戏。神通就是游戏。所以维摩诘大师他就是在人间游戏，神通游戏，神通游戏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